什么资源？那他是个托吧？哎呀，哪有托啊？没有托，没有托这。哎，儿子啊！啊，你是儿子啊？你是儿子吗？扛不扛？你扛得了吗？哎，哎，哥，你能给还这个？王姐，别打人，别打人！我跟你们讲啊，谁是他儿子？我也希望我是他儿子。我呸！他欠我19000呢。我跟你们讲，乡亲们呢，我也不容易啊。我长得像托吗？你刚才说你是儿子，我那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我是另一种要钱的渠道，拉动情感。你们这样不行，你们这样有人触犯法律。我想走乞丐路线，打动他，让他把钱还给我。现在看来，我这招是错误的。兄弟们，还得你们这招好用啊！来，欠债还钱，欠债还钱。已经有人投诉了哈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去物业，一会儿啊，尹秋月回来，我让去物业找你们。你赶紧的，赶紧，走了走了走了，这样吧，慢走啊，等他回来，我让他去物业找你们。什么我吃了？报警！我跟你说，坐着等会儿。太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等业主回来之后啊，马上去物业报道。像你说没情况，但是他们那严惩啊，刚才那秃子。问我不怎么拿，我现在颈有点疼，因为我不是讹他，我跟你讲，不会晕，我跟你说。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急这样干嘛呢？我以为是送海报呢，这是送喜报呢。哪有他这么个？你看这满地坨坨血汗钱，尹秋月大骗子，哪有这样？你就还有小盆儿，不是你。这双大眼睛似曾相识啊！大爷，爷，哎呦，我爷爷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你那边人用你干嘛呢？你赶紧走，这不没我酒用。你还怎么觉得我呢？那你听我刚才我放的工资我找呢，他那也三头两脑的，把我们儿子你像黄人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呢？这吓人倒怪的。行了行了，别躲了。哎呀，您是哪儿都敢来，这什么地方？这雷区，这战场。你以为你穿个迷彩服你就能上战场啊？啊？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个豹纹还挺漂亮的。哎，怎么没有正经？大爷，我跟你说，来了个是叛徒。啊？是什么谁？他哈那些人早知道你有钱吧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不是他儿，他是我孙。什么我孙啊？不是，那不谁说你是我孙了？那会儿那么局势那么紧迫，一个秃子搂着我的脖子，那会儿那一瞬间我都挨打了，我别说孙子了，就装模作样我都得干呢。你别躲了，行不行？你跟我说说都是怎么个情况，弄得我都措手不及了。今天，还好我反应快点。这帮人，哼，妇女。玉芳，没见过钱。天，我跟你说，我真不吹牛。我当年我跟钱大表一个，我们那会儿做生意的时候，那会儿面额没这么大。嗯，那会儿，我们挣的钱，我们搁在麻袋里，咔一扛，我们就走了。这帮人，你说哪儿见过钱呢？至于吗？而且再说，我根本就没拿过他们钱，我没碰过他们钱。孙子，不信我，活这么大岁数，我干嘛要违法乱纪呀？那违法乱纪事儿咱不能干。对，是是是，我还扔你10几万，地儿没说。是啊，这些人也素质。是没，我去公司好几趟了，你别看，其实我也不是不着急，因为我的钱也套着。人家公司人就是素质高。师傅，您这个，大姐您别着急，这投资有风险，处处要小心。是不是？您这拿一盒方便面，给了我一箱。我是这样，我爱吃这牌子，给了我一箱。啊！行了，姨呀，你就别跟我说念念叨叨了，没用。现在关键是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他们太可怕了。是啊，那得我跟你说，尤其有个秃子，那摁着我的脖子就是上啊！我跟你讲，姨，这事儿你得记我个情啊，回头卡里帮我还打点钱。写牌，我跟都举着牌呢啊！你秋月都这么说，都这么说。你举个破牌子干嘛？你想得报没良心？我没有，我是让你这是座右铭。现在我跟你讲，爷当务之急一条路，赶紧去自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顽抗到底，你回家就过不了年。我坦白从宽，是啊，我就我这点钱，
别说我没碰他们钱，我就算拿他们钱，我就这我这样的，我要进去，我坐牢，人家得揍我，这点钱赔，得揍我。不是，我是咱们不说进去不进去，不说那不吉利话。爷，现在得想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对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赶快过去人。弄得跟那特种部队的似的。他们都伤不爷了。不是，跟你没关系，那是人家小区的住户。哎呀，行了，爷，出来。不是，不就是钱吗？咱想办法弄钱不就完了吗？找袁叔啊。嗯。要致富，找袁木啊。对不对？这是我爸临终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儿啊，要致富找袁木，一定是这样。”将来你不拿我开涮，你不舒服是？没有，大爷，你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百日夫妻似海深，千年修得同船渡，万年修得共枕眠。你俩共过枕呐？哟，将来你拿我开涮是吧？没有啊。啊，这雪上加霜。没有，我是釜底抽薪。哎，不对，我是锦上添花。爷。这事儿你要敢告诉袁野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不，哎呀，我知道，我以为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可能跟袁野说呢？我傻呀，我长脑子不是为了戴帽子，我这全是智慧呀。对呀，我找袁叔啊，真的，你多少那么有钱，这点钱算什么？指头缝流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头疼他就找我啊，你就哎，趁着给他针灸的时候你跟他说呀。有日没叫我，没传我。你给他扎疼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对吧？扎欲擒故纵，三十六计啊！我这人，我跟你说，我虽然跟大款比，我没那么多钱，我有一股子穷横的劲儿，没钱有没钱的过法，我不能跟他张口。你看你跟谁呀？跟自己前夫，你何必呢？是不是？针灸，美色。美色啊！你以我什么岁数了，还美色？是，这点褶子跟五线谱似的。算了吧，咱赶紧想，把这身衣服换掉。换了你美丽的衣服啊，打扮一下，咱们去见袁叔 ，OK？ 你这样去见的，别说他了，我都不能给你。就算都抽了，大姨，快走吧。是的，你这身份儿啊，好家伙！可惜了，回去给你洗。来，赶紧！哎呀，这个哎，这纱巾跟哪能没呀？这豹纹还真不错，这个。哎，不是你不懂，我特喜欢豹纹，我有豹纹裙子。想有劲的，不过你得换换花样啊！我不能每次总装的被你吓着的样子，对吧？哎，不是，你跟两个女生。啊！老袁，你这反应好真实，在家没干了就好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干嘛呀你？看你好像跟没见过我似的。你来干什么？你说你事儿吧，事儿也不大。好长时间没来了，我就看着你气色还行。吴姐。啊，老袁。说吧，肝火太大了，你这也不行的，你这影响你的脾胃，容易引起偏头疼。您，这我来多了不好。说正题儿，别绕了。袁野，你说我能为谁的事儿来着？你们说好的吗？是不是你跟我白事黑字儿，你都跟我，你也说过，今生今世跟袁野永不分离，是不是？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你这有点阴一套阳一套。黑套白套，天上一套地上一套，你不是做人没信誉了吗？你不跟我一直跟我说吗？做人行了，乱七八糟什么，这跟信用没有关系，啊，是他自己从这个家走出去的，脚长到他身上，啊，
什么信用不信用的，搭得着边儿吗？是是是，他也没有不对，人孩子正是，有时候脾气跟我他也那样，就是喝水，大姐。老袁，大姐来的意思你还是明白呀？我都看明白，我都听明白了，不就是因为他缺钱吗？哎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可不是，我可不是这意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不，我说错了，大姐，不是大姐缺钱，是袁野他们，袁野他们缺钱。袁野也不完全对，也不是说袁野他们缺钱就完，他们年轻人现在你知道，是80后人，是这个命运都不完全一样啊！你看，长得情况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我知道。其实不急，怎么这么大脾气啊？哎，你都这样了，你好好哄，别站着坐着。哎，他是不是来成了客人了？坐这儿。大姐，大姐好啊！哎，大姐，这个是我电话啊，就是你下回来的时候，你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给我知会一声，是吧？我好准备准备。不用，这个家我想来就来，我想走就走，随时来，而且我可以随时走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，这不私闯民宅吗？哦，你以为你是女主人？对呀、啊。煮什么呀？煮面呢，还是煮饭呢？我煮老公啊。老公，我看你老公在你的手下已经水深火热了。你这怎么喝水？胡说八道，你怎么给人家买条绿色的呀？啊，他现在喜欢呀。哦，红底裤，煞气。小孩什么都不懂。哎呦，什么太迷信了，这没有任何的关系啊。你说有女人有时候有情绪的，情绪了以后不对的话，你万一照着这个颜色，你给她买顶帽子，可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姐，你不能这么说话呀。说话不是你，你看看，你要是太懂这个的话，那你还至于今天坐在这个位置？你不应该坐在我这个位置吗？到哪儿不重要，这个家我随时可以进来，想从什么地方进来就从什么地方进来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而且这身衣服特别不适合你，知道这种衣服英国老妇女才会穿的。不是，我这衣服我穿挺，我觉得挺好的呀，而且是新年版的，从国外买的，你看你都穿不到的。小腰啊，哎，不是，大姐，你大姐，我叫吴昕。吴昕，其实真的，这个衣服不适合你。你看你长了一张非常稚嫩的娃娃脸，然后你穿的就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这含胸露乳，你准备撩拨谁去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老袁喜欢。我告诉你招，男人，我告诉你还有一招。是这招。我想问你一句啊，这支票是你要啊，还是袁野要？我不要，我怎么能要这个呢？肯定是袁野。你不要以为这钱我拿，好像我现在拿走，我一出门我给花了。我是这样人吗？我从你的眼神我能看出来，你这不相信我。你要这样就不好了。
你要不相信我就没意思了。大姐，你误会老袁的意思了，他其实就是想知道这个钱你拿到以后到底是你自己花呢，还是你去拿给袁野他们花呢？因为我们总得知道这个钱的去处。谁的钱？是你挣的钱吗？我们的。你的钱我挣的。你这不跟人仗着你是多余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这话根本就没意思。哎，袁野跟我们是母子连心，不能分割，是不是？我还没说我要这钱呢，我就是说我今天我就说我要这钱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哎，你说清楚了这就完了吗？我不要。哎，我有穷，我穷我有穷志气，我不要穷，我有穷活法，穷忍着负债着怎么都能活着。我告诉你什么了不起？哎，他穿这衣服你不担心的，你就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真不是说的，行，这钱你不相信我，你不相信我，今后没有我一个原野生的孩子管你叫爷爷。哎，你不相信我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我今天算是来的不是时候，行了吧？不是，但你也甭跟我劝，我跟你站着。我要是你妈，我就现在就给你两巴掌。什么叫你？小声点说。你，我都没使劲儿，我都没使劲儿。谢谢。啊，哪儿？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干？啊？没有，我说我要是他妈，我给他两巴掌。我还没打呢，没有。我哪能干那事儿？不能够。哪儿啊？腿还小。啊？我跟你说，袁野他爸爸，你听着啊！我跟你说，没人孩子是生了小孙子，跑起来管你叫爷爷，你自己想是不是？也把好像弄得我跟要饭的似的。我没这意思，我跟你说，我什么事儿都见过，我是神经，我成哪样？哎呦，这么大的房子也没个铃铛，佣人在哪儿啊？小青儿，陈姐。这玩意儿谁设计的啊？哎呦妈呀！疼啊！你是腿还小啊？别在这瞎说话啊！你看这片子不也拍了吗？啊，医生说骨头没事，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心理作用啊，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啊，甭老这个。爸，小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嗯，巧啊。巧什么巧啊？不巧，这都是你妈把咱们全都送到医院来的。你妈没把事情告诉你啊？那算了，你妈在四楼呢啊。坐，别让妈你急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小南。袁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啊，我们接完我妈就回家。不是说你那小地方。你说哪个小地方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看，我是说，你面包够了吧？那在外边也没地儿住，也没钱花，老毛病了，我刚过50就年纪大了。按时吃药，这个多注意休息。行，情绪上也不要有太大的波动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记着呢。好，谢谢您啊，谢谢。下一位，36号，妈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哪儿不舒服？没事，没毛病。哟，您这又唱的哪出啊？唱什么呀？唱我就有点小毛病，我没事，我不愿意来医院。刚过50，说我岁数大了。那医生怎么说的呀？他岁数比我大。医生怎么说的？没有什么，他给我开点什么膏药，就我这外面给我买的，不用怕。你说了，小药治大病，我随便。
吧，但现在又后悔，然后又不好意思拉下脸再把他们叫回来，我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我后悔啊？哼，我后什么悔啊？我不后悔，就那臭小子啊，觉得自己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好啊，那你飞过去，让他见见风雨。嗯，反正家里就咱们俩人，你还在这儿绷着，算我自作多情，好不好？啊，反正我在这个家里呢也没什么地位，我说的话呢也没人吃我这一套，那不吃就不吃嘛，我自作多情喽。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这别人不吃你这套啊，我老袁吃，吃行了啊。那你是同意让他们回来吗？天不早了，拐凉到来的，咱们回屋再聊啊，回屋。好，你不同意让他们回来，我就在这儿坐一宿算了，我不回去。别，你在这坐一宿，回头着凉感冒了，我还得带你去医院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背你回去啊。哎呦，哎呀，老头老头啊，老袁，那你到底同不同意啊？你要是同意了，我就坐会儿主，好吧？我叫他们俩回来。啊，行行行行行。你先上我背，我背你回去，咱俩再聊，好吧？当你回来了。来，赶紧的。哎呦，好家伙，来吧。哎。要背我回去。哎，好美。哎呦，呵。什么？哎呀，我说你最近没少吃吧？啊，长肉啊。哎呀，老板，老公啊，就喜欢你这肉。咱换点新鲜的，今天这事儿您就不想啊跟我们说说吧？啊？你说话了？我都听不清楚，听不清楚。刚才这个神经又怎么一下就串到这个耳神经这个地方？这影响听力了。哎呀，听不清楚。哎呀，那行，那您要是听不见的话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办法，我们就找当事人去问一问啊。什么？你回来就回来，行了，回来。你问他们能问出什么来？思想觉悟那么低的人，那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？你看，妈，我都跟您说了多少遍了，让您没事别去我爸那儿，您就是不听。你不知道，你爸其实也有求于我，但我爱去那儿。他那头疼病一犯了以后，谁给他手刀病除一针见血呀？有求于我。我也是好心，我就顺便我肯定我得替你们争取一下你们合法的权益啊！凭什么他让你们走，你们就乖乖的走了就？这过的什么日子在那过？你这寄人篱下吧？那房子写的也不是你的，你是心虚吧？对，妈说的有道理。但是您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不搬回去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您不是搬这儿来住了吗？那我搬这儿，我碍你们事儿吗？我碍你们事儿，我走，我可以走。妈，我跟您开玩笑的。您看您住这儿多好，帮我们那么多忙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就是。再说，您看您这体格，一个人抵八块暖气片，这一到冬天的时候，取暖费都不用交，热闹啊！我现在身体不好，我现在身体虚的。哪儿都疼，甭说八片，我年轻的时候是八片算是，我得十二片暖气片，我这得，谁真的那时候那你小。
说的，看看这个质感多好，金箔，再看这个灯，水晶的，这地大理石的，小心台阶啊。哦。还有这个银色的猎豹，我特意买的，就为了配上这个黑色的秃豹。是吗？那这两只哪个贵啊？当然我的贵了，他这个处理的吧。但搞不好是他父母留下来的。是吗？哦。叔叔阿姨好。叔叔阿姨好，打扰了。这个放这儿怎么样？行啊。哎呀，其实要跟我说呢，这屋里里里外外我都得给他换，可是将来说吧，这全都是他父母留下来，我一想我就觉得也对，我就没动。怎么样，我特别贤惠吧？贤惠贤惠，这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，家具还是原来的家具，那怎么看着就不一样了呢？有女主人跟没女主人当然不一样。来，请坐。亲爱的，我就琢磨着到时候我在屋里再弄一个婴儿房，你说我父母来是不是也得有个住的地儿，回去跟我的亲戚朋友们一说，哎呦，我爱哥哥嫁得多好，这大房子，这装修。哎，将来真是把你给宠坏了，就你们这花钱的速度，又给国家内需增加了几个点。有喂，各种相亲都恨呢。亲爱的，你不知道这结婚可好了，这我让将来干嘛他就干嘛，我坐这主要就是指挥他干活。你指挥他干活？嗯，这都是他收拾的。那当然了，像这家里什么粗活了、累活了、脏活了、苦活了，这必须干啊，男人嘛。可以呀、啊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服服帖帖吗？为什么呀？我有秘方。什么秘诀啊？嗯，噔噔噔噔噔，家庭契约。我念念啊。嗯。一，我将来发誓，跟亲爱的老婆发生任何矛盾冲突，我都承认是我的错，与老婆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二，我将来发誓，全包家里的所有家务，一切以伺候老婆孩子为宗旨。太听话了吧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一气在手，我只东他不敢往西，我只西他不敢往东。我在家庭里这个地位，我跟你说，楼转了。厉害厉害！哎，不是，他们俩干啥去了？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呢？是啊，看看去吧。放好，这给我留着啊，回头拿笔抄起来，好好学习学习。你可得好好跟我学学。走。哎呦喂，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你也敢签？你是再世李鸿章啊？我呸！你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要换成你啊，你早签了，你是当代元首。去。哎哎，你帮我拿一下，哎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干嘛、啊？我今天是客人。客人更帮我拿一下，你帮我捡一下，哎。整个一少爷高呢，你这是？那可不是嘛，爷就是天生少爷命，怎么了？不是，跟你讲啊，我们家那辈也真是的，什么活都让我干，对我吆三喝四的，天天呢啊，他是翘着脚晒太阳。哎，我觉得吧，你找的呀是一女皇，但是我爸妈高兴啊，对吧？哎，你说你爸妈，你说你在眼皮子底下。怎么能做那么受屈辱的事儿？多丢人呐！什么话？你懂什么呢？啊，那不叫屈辱，他们高兴还高兴不来呢。你这有点素质行吗？哎呀，有人收拾。我跟你讲，我爸妈看着我成家立业了，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的，多开心啊，对吧？哎呀，也是，能有一个让你心甘情愿照顾的人吧，也不错。是啊，而且我不单单伺候我媳妇儿，我还要伺候我儿子呢。赶紧歇会儿，我不上去了。哎呦，上去不定还有什么活让我干呢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得重新定义了。你找的不是一女皇，是一皇太后，肚子里头呢还有一个小皇上。等这小皇上一出生以后，你这个太监总管江公公。我呸！我是姜太公，还姜公公？来，给我指指。哎，我
告诉你袁岩，你不懂男人。男人分三种：下等男人打老，中等男人疼老，上等男人才怕老。怕意味着尊重。Yes。好借口。哎，对了，哎，那小三怎么样了？是干嘛吗？不是，就说了不提这事儿吗？米兰，我抽着米兰。不是米，你俩在办公室不有恋情吗 ？Office 有鬼，你们俩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半天怎么都不上来呀？哦，我们在商量将来小三儿的事儿。讨厌，我告诉你，亲爱的，原野背着夏楠找了个小三。小三？不是，哎，你们性子太急了。我是说，原野背着夏楠找个小三儿，你信？哼，反正我不信。就是，借你是个胆儿，你敢吗？不敢。别说小三儿了，小四、小五、小六我都不怕。但是我信。你傻不傻？你傻不傻？云野要找个小三看电影，你介绍的。哎呀，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老公是那样人吗？老公怎么会介绍这个东西给他呢？哎呀，老公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呢？你如果不喜欢我这么说，你还让我别别别别别别别，老婆老婆，管你。二位神人，不对，大神，你们要再这么说下去，我俩的胃都吐出来了，赶紧吃饭去。嗯，好好，对，咱们吃饭，赶紧走。走了。干什么呢？真找了个小三儿啊？哪有小三儿？没有小三儿。拉倒吧你！我刚走过来时，我听那个什么米兰。什么米兰呢？那是足球国际米兰，意大利的。哎，快走！没有小三儿，是骗子。快走，快走！有饭没了，快点，他们请客饭，不容易。快快吧！啊，吃什么呀？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对。那我们吃什么呢？闭嘴。你先睡啊，我帮你。这是西家一个原属马，啊，我看挺好，我给切了。哦，玩游戏呢？啊，好玩吗？好玩。米兰是谁呀？谁？啊，米兰呐。米兰是意大利两个球队，一个是 AC 米兰，一个是国际米兰，这俩是死磕的，老天进的，你也不懂球。哥，哎，米兰是谁呀？我跟你说了嘛，意大利两个球队老牌劲旅，俩人死磕，你不懂球，你也不明白。哎，死了，死了，不是游戏死了。懒更，哎，米兰是谁呀？米，我不说了吗？意大利两个球队老牌劲旅，他俩死磕。你就问那米拉大叔吧，那是足坛上的一个速将，他呀，他早年踢得还不错，但是现在早就……你问他干嘛？心虚啊！我心虚什么？我心……哎呀，别，亲爱的，不要这样不好，亲爱的，老公，哎，那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米兰是谁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哎呦我就看不着这眼睛，这眼睛今天到晚跟着放着电似的。米兰啊，是这么个情况。米兰啊，是原野的大学同学，俩人同窗好友啊，就是在一起切磋点学术上的呀，什么科研上的，就这乱七八糟这点事儿呗，其他的没什么。后来米兰听说是出国了，然后回来了，现在在原野那公司一起上班，啊，也就这么了，别的没了。老情人吧？哎，什么老情人？他两个人什么都不是，啊，没有任何关系，只不过对对方的那种才干呐，互有仰慕，也就仅限于此了，啊，没有别的。
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旧情复燃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还用了三个成语来形容他们俩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什么干柴，他们俩是风马牛不相及啊，懂不懂？就是没有。江兰，你到底说不说？我说什么我都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。你说不说？我不是，我说不是，我不米兰是谁？你要是不来，搞不好我个性什么我都不正常。我看你是神经不正常。哎，亲爱的，如果我要是生了个孩子，不是，我肯定会生一个孩子。不管我生的是男是女，你必须做孩子的干妈。那还用说？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什么呀？你知道原野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女的吗？他们又不是少林寺，来个女同事很正常的事情。哎呦喂，你怎么这么不认真不严肃呢？你知道我多么的辛苦，多么的啊费劲，从江来的嘴里面把这个情报给套出来的吗？你老公告诉你的。嗯，别替你老公的，江来什么都好，就是那张破嘴不好。哎呦喂，破嘴是不是也是嘴啊？你知道这女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她姓那个什么大米的米。室里面可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啊！我相信我老公，那你就当什么都没说话吧，亲爱的。你到时候我孩子生出来之后，你做干妈，他做干爸，行不行？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什么什么跟女的，不对，要生男的。你老公。哟。